旺福呢，音乐其实很多元，也有人说呢，旺福的音乐呢，哦，很像妇科的那种感觉。是，什么叫妇科呢？哦，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。我们的妇科是指那个复古音乐，就是把以前的音乐呢，用现代的方式呈现，就有一种喜新厌旧的感觉。对啊，我们其实以前有很多东西，我们都还是很喜欢。那有些好的东西，应该要继续的留下来才对。真的很棒哎！今天你们来到这边啊，再多唱几首歌好不好？对于你们来说比较有意义的，或者是在创作过程当中比较有趣的歌曲。对，每一首都是亲身骨肉啊。是。那如果一定要讲一首，是我觉得是最近啊，最近我特别有感觉。是。这首歌叫《阿爸我要当歌星》。是。对，然后就是这首歌呢，是在看呢前阵子有很多非常非常多的歌唱比赛，有没有？对，然后我看完以后觉得，很多人都很会唱，就是不管你的声音是怎样，就是感谢我的爸爸妈妈，把我给我这个非常特殊的声音，一唱出来，大家就会觉得，像每次我唱歌，哈林哥听到他就会说，哇，你的声音好变态哦，什么歌被你唱完都变成很变态。太好了，一首歌不够，再给我们介绍一首歌。好，那我们再介绍另外一首，哆瑞咪好，对，哦，那这可爱的歌，对，那个哆瑞咪其实它就是像是，它算是我们少数的抒情歌，是，对，两首好歌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
傻瓜上好你，在对的傻气，出来输气拢是气。